哎，思思啊，你这个茶为什么手工摇？你用那个机器摇不是更快吗？这个好的布料一定要手洗。哦，也是。哦，是不是？这倒也是，也一般都是好衣服还是手洗哈，用洗衣机洗就洗坏了。那意思说这个茶手工做的会更好一点，对吧？专门对付棉柔的衣服，丝绸啊。嗯。好，明白了。看样子好茶，确实还是需要手工做的。